搬家可以说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，就算有搬家公司也不省心。而美国这家公司的搬家方式就比较厉害了，他们利用其独特的技术和经验，可以把整栋房屋搬走。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首先要对房屋进行实地的评估，了解建筑结构等信息，并清理周边的道路，保证平坦坚固。然后挖开房子的下面地基层，再将平移钢梁插入到位。当钢梁固定好后，再利用液压顶升系统把钢梁托起。与此同时，房子也就离地了。这是在清理好房子下面的垃圾，并且固定好地基。最后用动力滑车在钢梁下替换掉液压设备，一切就绪后就可以把房子挪动了。通过无线遥控器控制，动力滑车的速度和方向都要恰到好处。等到了新地址，再通过平移对接轨道把房子落在新地基上，固定好后就大功告成了。总而言之，这绝对是最牛搬家，以后再也不怕搬家麻烦了。